不要了，成吗？咱不要了。咱俩去给王楠过生日。啊，对呀。我儿子爱吃葡萄，我要给他带着的。哎哎，我跳跳。哎，等一等，让飞机带等一等，成吗？都在等一等。您是胡国平先生是吧？啊，是。我老伴儿找不着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过完安检以后，就一直往前走，走着走着，我一回头，老伴儿突然就不见了。您能不能再等等我们呀？我们帮你找，但是舱门马上就要关闭了，飞机真的不能等。哎呀，小伙子，姑娘，就等一小会儿就成吗？我们绝不耽误大伙儿，就等一小会儿，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成不成啊？老先生真的很抱歉，机场飞机都有预计起飞时间。 一旦错过了，就会等很久，还会导致后续一系列的航班延误，请您谅解。哎，小陈姐，这老先生蛮可怜的，当班机长，你认不认识？要不要商量一下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位乘客耽误所有人的时间，我们还是抓紧找人，尽快改签吧。好，先生，您的夫人是不是叫张静雅？对对。好的，那我再给你广播一下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哎，姑娘。 算了吧，我老伴儿，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。那他今天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啊？哎，这就是我老伴儿，紫色的上衣，紫色的鞋子，手里还挎着一篮子葡萄。好的，老先生，我看一下。 您稍安勿躁。哎哎哎，我去机场给你找一下。您不是要改飞机吗？没事，都有个对讲机。保持联络。好，我也去找一找。哎，小程姐，20分钟后72号登机口，别忘了时间。明白，您稍等啊，老先生。哎，谢谢。广播小队，张静雅女士，张静雅女士。 阿姨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都不认识你。你就是我的妈妈。我真不是。你怎么不是啊？张女士。哎，你好，你认识这位阿姨吗？你能不能赶紧把她带走啊？我这还在着急赶航班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。妈妈，儿子，儿子。张阿姨，她不是您儿子，她不是您儿子。她就是我的儿子。 他就是我儿子，妈妈呢？张阿姨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请你把我捎走，把我妈的钱回来呀！静雅，静雅，哎呀，你行，行，没事。哎呀，静雅，静雅呀，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咱们儿子不在那边，他在深圳呢，你又忘了吧？咱不是说好了今天去深圳看他吗？想没带吃。 你的衣服，没事。叔叔，你给阿姨擦一下吧。来，我葡萄呢？我，哎呀，阿姨，阿姨，都已经烂了。哎呀，咱这葡萄都烂了，咱不要了，成吗？咱不要了。咱俩去给王楠过生日。啊，对呀。我儿子爱吃葡萄，我要给他带着的。哎哎，好。 我跳跳，啊去，去，来不来？慢点。
先生，您看您老伴儿也找到了，马上还要给儿子过生日呢，应该开开心心的呀。姑娘啊，什么生日啊？是忌日。我们就一个儿子，18岁那年就离开我们，上深圳打工去了。哎，就在你回来。 都在都租住的那房子里头，煤气中毒了，就走了。哎呀，这一晃20年了，儿子这一走啊，老伴一直接受不了这事实。尤其这2年呢，脑子呀越来越坏了，记不住事儿了，还老以为儿子在深圳上班呢。 非得拉着我上深圳给儿子过生日去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。哎，就改好了吗？对。来，把手擦擦啊！来来来，下一个航班马上要登机了，我带他们二位出去改签，你去工作吧。那你的衣服？没关系。那老人家就交给你了。 那我带您二位去改签吧。哎哎哎，他说带他们上飞机了。我在 D11 柜台，穿一件灰色西装。谢谢。先生，您的票。嗯，好嘞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你先拿着，你先拿着。叔叔阿姨，给您二位选了经济舱的第一排，空间大点，噪音也小。看看。 第一排多好，小伙子，真让你费心了，受累了啊！您别客气。顾先生是吧？对，啊，这是您订的葡萄啊，衬衫。好，哎，这是赠品啊。谢谢啊，辛苦了。也不是咱们的。给您这个，是给您买的。哎，拿好呢。瞧瞧我老伴儿，给我，拿手，小伙子。 这个给你，不拿着拿着，这个我不能要，真不能要，你要不拿上，那葡萄我们也不敢要了。来拿着，别客气。那这样，葡萄我收了，钱我真不能要。哎呀，小伙子，我儿子要是还在的话，也有你这个年纪了。哎，走走，阿姨，我帮您拿。 不用，您领路。来，这边走。好好好。乘坐陆洲航空 XD8155次航班，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尽快到72号登机口登机，谢谢。欢迎登机。 这个是那位老先生让我送给你的，表达对你们地勤的谢意。今天辛苦了，欢迎登机，再见。